您吩咐我做的事都已经搞定了。老弟啊，这些年真的辛苦你了，我都想好了，你也该过过清闲日子了。从今天起，有些事就交给黑龙他们去做吧。我已经安排人安葬了你爸爸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好好养伤。对了，他们都以为你死了，如果我们想活命的话，就不要暴露你自己。我只能够走到这儿了。追，走。
抓活口！关于金鱼会只有老怪这么一条重要的线索，也被你们搞砸了，砸了！局长，我怀疑老怪应该是被他们金鱼会自己人杀人灭口的。怀疑？你还好意思说怀疑？凶手就是从你们眼皮子底下逃跑的。下次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就脱了金身皮滚蛋！事情怎么样了？出货一切顺利。这是市面上新出的货，比我们的货要好。我们要与时俱进，不能落后啊。还有一件小事。说。有个人杀了老怪。老怪这些年规规矩矩做事，竟然也有人算计他。老怪参与了很多事情，警察现在怀疑是我们灭口，毁灭证据。杀了我们的人，还要嫁祸给我们，一举两得，有备而来。您觉得这件事是谁指使的？既然是蓄谋已久，想必就是那些老恩怨吧。
after me. Cat. Cat. Dog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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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rd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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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iger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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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ay, that's all. Class is over. Bye. Bye-by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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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't forget your homework.还不抓住你，还跑！还有你呢，别跑！太快了！快停了，不行了！好了，不能玩。好了好了，下次再玩吧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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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注意安全啊！
我以为你消失了。我受伤了，不过现在没事了。记住你的身份，不要随便和陌生人交往，那只会害了你。我知道了。当年在河边追杀你的还有他，但你不可以杀他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是我们的人，当年他一脚把你踹下水，所以你才能活下来。其实他是你的救命恩人。那他现在在哪儿？在金鱼会，负责毒品的接头工作，但他效忠于我。那下一步？他们两个明天会同时出现。当红社返回的时候，你要做的就是跟踪他。他们有一个秘密的制毒窝点。其实都是在为自己，对吗？我们两个人目标一致，就不要分你我了。欢迎欢迎。船长，都是自家兄弟，不必要的流程该省就省了吧。这些年从我手里经过的货从来没出过错，生哥这么信任我，我不能让生哥失望吧。代我向生哥问好。一切顺利。
底是谁？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：第一，送你上西天；第二，告诉我怎么找到萧长生。做梦！这里就是我们的基地，非常的隐秘。红蛇那边出事了。肯定是有人泄露了秘密，交货地点只有红蛇和船长知道。君，你亲自找船长，把这件事处理了。是。有监控吗？没有。有目击证人吗？没有。那他们有啥？喂，有几条不清楚的车轮印子。局长，车轮印啊？是啊。哎，头，局长电话。喂，局长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我们还在搜集证据。有监控吗？没有。有目击证人吗？也没有。那他们有啥？哦，有几条不清楚的车轮印子。车轮印子？啊，局长，根据我最新的判断，凶手不是金玉会的，应该另有其人。金玉会不可能杀掉自己的心腹大将啊。放屁！哎呦，你的判断什么时候有个准儿啊？局长，喂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有多危险？大哥，嗯，上，嗯，啊，
指使是谁？Banana. Banana. This one. Appl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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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ny question? No. Do you understand? Yes.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把脸转过去。转过去怎么换药啊？我呢，大学是学医的。在我毕业的那年，寨子里得了瘟疫，很多人死了。我父母也是那时过世的。这里很偏僻，医生都不愿意来。村民们要是得了病，只能耗着。耗着耗着，最后就延误了。我喜欢中医，这里有好多稀有的药材，所以我平常没事就在这边做研究。你腿上敷的药就是我研制的。快，你醒了。我是不是睡了很久啊？你肯定很累了。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随便画画，没什么。你睡得很香。或许只有在你这里，我才能睡得这么踏实吧。阎文老师，阎文大夫，阎文老师，阎文老师，阎文大夫，阎文大夫。哎呀，小朋友，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谢谢，哎，辛苦呀，哎，不急不急，哎，别抢，哎，都有都有，哎，每人都有，拿着，我去看一下，好，哎，你们阎文老师在吗？
哎，都有都有啊。哎，别着急。哎，两位警官，爷们老师您好，你好你好，爷们大夫，你好你好，爷们老师您好，警官有什么事啊？啊，爷们老师，我们这次来啊，是告知你们，这附近椰子林出现了凶杀案，啊，你和孩子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呀。我们来也没什么，就是例行检查，例行检查。是什么凶杀案？据我们初步判断，是个女杀手。女杀手，老师屋里有个女的。老师屋里有个女的呀、啊？喂！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也不知道他的去向。他就是我的一个病人，我才见过他两次。见过两次就给人家画像，你的学生还说你们亲嘴了，怎么解释？严文老师，你是教书的，也是救人的，给杀人犯可是势不两立的呀。你是我们当地的楷模，我们一直都很尊敬你。这个时候，您千万不能一时糊涂啊！孩子们和父老乡亲还需要你呢。我说了，我不认识那个女孩。你这是包庇！纵容！局长，麻烦你们先确定画上这个人是凶手，再来指控我包庇纵容，好吗？袁良在哪儿？老家伙不在，抓到一个女的。明白。带走。
时间快撂了，先把他关起来，好好看着。是。想不到，竟然是被他反咬一口。当年就应该连他一块儿做了。蛇的死说明我们内部的保密工作漏洞很大。原谅一天找不着，我们就一天不得安宁。那个女的怎么办？
这个样品已经非常接近市面上那款新产品了。生产吧。先委屈您在这里待一下，我现在就过去杀了他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，头，咱们都守了好几宿了，困了，累了。不是，这也没啥可疑人物。走，去他家守着去。怎么又是你们？叶问，我告诉你，你要再不说出他的下落，我们今天就住在这儿。喂，什么？你们这是私闯民宅，爆炸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桃儿，苏百镇发生枪战，女凶手出现了。
赞成杀了他，他这么固执，耽误大家赚钱，我不喜欢。留他活到今天的话，我迟早也会亲手杀了他。 老糊涂了，真炸死你的话，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救了他，没错，我还培养了他，然后告诉他他的杀父仇人是谁。卑鄙！哼哼，彼此彼此了。我跟你没仇，只是巧了，也喜欢做老大。 天诛地灭，但我太了解你，所以我不能留着你。对不起了。